主料，茄子300克，蒜1粒，辅料，香油、盐、生抽、葱叶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茄子洗净，从中间切开，在上面划几刀，蒜去皮切粒，加香油、生抽、盐调成汁，均匀的涂在茄子上。烤箱预热180度5分钟后，拿出刷一次香油，继续烤10到15分钟，撒上葱叶，用余温焖3-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蒜一定要多放，这样才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